佛堂老菩萨般，一日游到小南海风景区，还有白人牙膏观光工厂、将军府，参访。哦，过那个吊桥。还有龙湖宫、新营龙湖宫、天文堂，郭祖伟的夫妇，他们都有来帮忙护持。哦，你看，厨房的那个红，厨房的工作者，洪太太呀，李小姐。哦，社会服务处的副处长，你看，优秀优秀，就是在小南海风景区哦，小南海风景区，小南海风景区。小南海风景区，环湖步道，农民长官的太太，张长官的太太，还有班主任啊，这上面这两位，新营龙湖宫天文堂的主委，郭祖伟夫妇。老婆还是那诵经团的人员，诵经团的团员呢。哦，右边有新年合成单位的连组长前线。哦，左边爱享佛堂老菩萨班的红坛主哈，高龄九十一，高龄九十几岁的红坛主。哦，哦。农民长官张长官夫妇，张长官夫妇克服行动不便，你看，高龄的农民呢，这里是爱享老菩萨班，爱享佛堂老菩萨班，那夫妻档的呢，中影的洪先生夫妇，真是。中庄啊，中庄啊，林先生夫妇，那爱享佛堂老菩萨班的嘞，还有江陵人的哈，以前的江陵人的，泡茶去，合照坐轮椅是。那个画面正中央，陈坛主的妈妈，优秀优秀，你看，陈坛主，陈坛主的妈妈还有外老，菲律宾籍外老。在吊桥那边合照的了，相簿建立成功哦。那个是班主任陈小姐，旁边那是张长官的太太，那位老菩萨班的班员江太太，这高龄九十一岁还是九十几岁的班员呢，江先生。这安莲呐，曾太太，爱享福单位社会服务处副处长，左边，
老菩萨班主任呢、啊？哦，好棒，好棒哦！谢感谢合唱原组长的郭祖伟夫妇哦，全力护持，哦，好棒哦！大家称赞哦。哦，